是杨正的球权。哎，杨正，杨正，加油啊，加油，杨浩哲，打了打，干的。OK， 第一场一v一的对决，期待已久，杨正对阵杨浩哲。哎，杵他，杵他，哎，杨正做内线，指空，但是没能命中。来一次，好防，好防，好折，好折。杨浩哲后仰，差了一点点，别那么打，浩哲稳一点，没有关系，来来来，两边加油加油加油。杨正两分轻松，浩哲，浩哲，好的，杨正坐到篮下去，加油，正哥。杨浩哲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连续的胯下寻找机会，哦，没事吧，脚趾头，他脚趾头都戳地下了，左手突破过去之后，我的脚这个位置掰了一下，我就吃不上劲，直接就摔地上了。浩哲，浩哲，可以吗？还可以吗 ？OK。加油，兄弟，顶住啊！杨正在内线。两次，两次。对了，杨正，没关系。对了，好球。造成犯规。再防，再防。好球，好球，两罚全中，喂喂喂，一个字稳，好人加油。好，已经很痛了，脚我打两分没什么意义，我只能去赌三分。哎呦，这个球啊，差一点点啊！他路线是对的，力的问题，脚可能有点影响出来了。哦，超远的三分！加油，浩哲！谢谢谢谢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一个都没有进，所以就心太炸了。我唯一的优势就是靠速度去打的，我加不了速度了。特别心疼浩哲，特别想替他打。杨正弧顶，险些失误，机会。两分打中，九分来到赛点，别松，杨正，加油，两分，两分。防一个，防一个，哎，这个球脚使不上劲儿啊，
浩哲，顶住气儿啊！忍住啊，浩哲！全场的观众都在喊我的名字，给我加油，真的就特别特别感动。再来再来，别气馁啊，记得我们的 slogan， 拼到底玩得起，来吧两位。杨正，哎，姚哲成功盖帽。打篮下呀，杨浩哲，两分命中后仰跳投。加油加油加油，杨正盾败之后，上篮命中拿下比赛。好的，那么恭喜杨正晋级全国十二强，晋级这就是灌篮全国总决赛。他不有伤吗？胜之不武，但是他勇气可嘉，态度值得表扬。杨正，请登上全国十二强的席位。我觉得他就是我说的，就是有时候不能受到观众的干扰。敌对的呼声越高，你越要进球给他们看，这是一种证明。我们队长不错。同时，杨浩哲继续待定。谢谢大家，我前四期打的，感觉大家觉得我很厉害，其实后边分战队之后，我对球队没有什么贡献。我这个人不爱哭，我已经很多年没哭过了。我很开心遇到龙骑士，包括这 team 的每一个对手或者队友，也谢谢郭艾伦和李易峰，包括杰伦哥之前有选我，我很感激你们每一位支持我的人。然后我也想说，灌篮这个节目没有剧本，我们都是每一次用120%的力量去拼。
谢大家。我觉得他也真的是挺坚强的，去打杨正其实是他们那边最强的，很不好打，他真的是挺男人的。这就是杨浩哲，他就是那么热血，无论是进攻防守都非常的积极，但最可惜的就是把脚给弄伤了。那没办法，输了以后那就是要接受这个试试。杨浩哲，杨浩哲，杨浩哲。OK， 别气馁啊，要拼就要拼到底。现在，这就是灌篮全国总决赛的席位，只剩最后两个名额。